我是拆不下来，今天又来找资源了。说到这点，没错，我觉得是很重要。你没有这个架子，你怎么拆？我就这样跟你讲。哎，真的哎，没有这个架子，我这边趴在地上，真的已经。付钱就好了，我以前就想开一间那种。就是让大家 DIY 的。开一个小时，一小时300。我觉得你认真，你可以考虑。没有，本来以前是我的，可以干，那今天才15万，现在20万，我肯定才35万。这台是可以顶大的，就是。我们这个可以全部掀起来。你这台整台可以。那为什么这一种的，我一直搞不懂，为什么有的是双？没有，没有有钱过。
碰就脆掉了。